这天地间风云变幻，看来今天有大事发生了。就在我恍神的时候，突然蹦出来一个头戴耳机的马桶人。听说这些奇怪的生物最近很火，今天就拿他们来试试刀吧。看起来这家伙还是一个可以造成范围伤害的音乐家，靠得太近我都没办法拔刀了，拉开距离先拔刀斩。这家伙还真是皮糙肉厚呀，再来一刀。哎，人呢？看敌视升天的。刚刚其实还看到一个奇怪的家伙，脑袋上是电视的监控人。这西装革履的小伙子身法还挺灵活的，每次我拔刀都没有砍中他。不行，再来给另一个老表打个电话。一上来这个表情狰狞的激光马桶人就把监控人给嘎了。你说嘎就嘎了吧，为啥还射我呀？而且他身形这么巨大，必须找一个可以相匹敌的对手。巨型监控人背后有喷气鼻高，也是可以飞起来给马桶人一个大逼兜的。我还满心打算想看一出好戏的，结果太逊了。远处还来练习两人班的坤哥，我是被马桶人欺负你还想来踹我一脚，过分了吧。糟糕，是坤哥的绝对领域，嘎得我没办法动弹了。同时马桶人的激光也在狂射坤哥，不过坤哥对这些物理伤害都免疫。我其实是想看坤哥打马桶人的，但坤哥看来是想和我研究坤子的写法，真烦。还是召唤绿巨人吧，本来还以为无敌的浩克能爆锤马桶人呢，但一阵操作下来，马桶人似乎是一点事情都没有。好像是我忽视了浩克的属性，他会在和敌人的战斗中不断进化，是一个遇强则强的角色。你就在我召唤其他人的时候，浩克似乎升到了满级，马桶人立刻就嘎了，这也太强了吧。而且浩克也太大了吧，比山还大。再来一个。哎呀，我这直接被踢入地图。刚上来马桶人又窝了，带来一个监控人。不是吧，都不是浩克的对手，那三头马桶人呢，简直太逊了。看来还是浩克 YDS 呀。